大脚星讯息。如何进入你的更高思维，以及它的内容是什么？你们好，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我们当然知道地球上的生命会有多么复杂，我们知道你们的物质大脑有多么复杂，我们也知道你们的大脑是如何把事情复杂化的。我们还知道地球上的条件可以是非常严酷、极端和压抑的。我们想让你们知道，尽管我们对地球上的生命保持积极的看法和评估，但我们仍然看到并感受到了这一切。我们建议你们留意，当你们的头脑把事情弄得过于复杂的时候，也要注意，当你们走在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时，要养成习惯去适时的让自己停止沦陷在思来想去当中。越早放下越好，你们会从中受益的。要注意到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宜早不宜迟，要改变它。放松并使用你们的呼吸来根植大地，并使你们自己归于中心，把你们自己带回到当下，带回到你们的心灵空间，这里是你们的归属。你们的心灵空间是第五维度意识语言活跃并为你们做好准备的地方，因此你们必须小心提防头脑会与你们玩的游戏和把戏，其目的是保持他自己不受冷落。这就是你们的头脑一整天每一天所做的，它在你们转变为基于更高的思维、更高的意识水平而做运作的存有时，努力在其中横插一杠子。你们看，头脑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避免未来发生这样的灾难总是念念不忘。你们的头脑会制造问题，这样就有问题可供它解决。当然，你们的头脑也会非常关注未来，直到你们训练自己的头脑专注于当下。专注于当下会使你们进入更高层级的思维，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见解、所有的灵感都在那个空间里出现。当你们根植于大地，以心为中心，且感觉平衡的时候，你们可以在当下获得这一切。而让你们过于关注一件事，或是过于关注过去或未来时，你们就会失去平衡。放下，呼吸，放松，进入这一刻，一切都会被妥善处理，不仅仅是因为你们有帮手可以为你们提供助力，还因为你们将在那一刻将自己的振动切换到一个非常接近于第五维度的频率范围，或者直接切换到第五维度的频率范围内。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是最强大的，你们是最有创造力的，你们是最敞开接纳所有助力的，这些助力不断地自上方来到你们身边。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